ごきげんよう、シソラの予約です。这边是写作观光部内座シソラ、シソラ。こんばんは、こんばんは、こんばんは。ご、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なおなお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いやー、ちゃん好き。なおなお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。なおなおさんの子供、好きだよ。谢谢 Now Now 上的黄色。今天我要来玩 PN， 大家有看那个说明栏了吗？大家看说明栏了吗？因为我家公主，我没有想到她竟然会玩恐怖游戏，哎，她真的是吓死我了。所以总之那个影片我点开了前面，我就看了她说她要开始玩了，然后停在差不多要开始那边，我就没有看了。总之呢，说明栏在哪里？就是在 YouTube 的下面的说明栏里面有那个连结，就是公主玩这游戏的影片，然后。他没有直播，他应该就只是拍片，所以玩了游戏，然后大概十几分钟的短片，然后在我玩完这游戏之后，我们可以再一起跟大家一起同时视频那个影片，我觉得很棒哎！我刚才在想说我要玩这游戏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想到可以跟大家一起同时视频，这样子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看公主影片，这样我就可以确保你们每个人都有看公主影片，我觉得这很棒，我觉得宝宝玩的提议很棒。原来是想跟公主一起体验一样的恐惧。其实我本来就有点想玩这游戏。其实我在很早很早之前就有看到月木魅藏，谢谢月木魅藏的黄色。总之呢，先谢谢黄色，对，谢谢黄色，对，总没有我跟你讲奶，对我本来就有关注到，因为你知道我本来就是玩恐怖游戏都会关注。日本的 VTuber 们在玩游戏嘛，像是超商店员那类的，都是因为看大家玩，然后好像很好玩，所以我才会玩。然后我很早之前就有看到别人也在玩 PN 这个游戏，但是那时候对我来说就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到我。然后中间抱抱也有问我说，就是你有没有要玩那个 PN 的游戏？我就想说，我就是听到抱抱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就稍微去看了一下，就也没有很就是因为我有兴趣的游戏我就会尽量的不去看游戏内容，所以我就是有就是是怎么讲，一个影片就是会看一下它的游戏画面到底是长怎么样的，然后就发现它是 3D 游戏，对，我发现它是 3D 游戏之后呢，我就想说那玩这游戏我不就要吃晕车药，总之是因为它是 3D 游戏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别的游戏在玩，像是那个时候大家在玩的时候我还在玩最终生还者2，所以我就想说那不急，我之后再玩。后来我在看我的 DC 群，就是大家推荐我的那个游戏里面，我又看到 Mako 推荐我，然后我就想说你知道一个东西重复的被，你知道我不知道，好像是经济学这样讲吧，经济学好像有一个那叫什么
推论吗？还是什么一个结论，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？他说，一个东西，只要你分别在五个地方看到，在分别在五个不一样的地方看到同样的东西的话，你就会该怎么讲？就是你就成功被那个东西行销到了，就是他成功的有做到，就是有好好的宣传到你，你之后就会把那个东西记在你脑海里。然后总之就是我在 DC 群又看到了 Mako 推荐我一次，然后。后来呢，我又看到了花江，你们应该知道花江吧？就是花江他，他好像也是在近期，好像应该我那时候看到是他那天的昨天，所以今天应该是前天的前天之类的吧。总之，我看到花江玩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就是花江也是一个很喜欢玩恐怖游戏的人，然后他每次玩恐怖游戏都在叫乱七八糟。总之，我就觉得。怎么办？他也玩了耶，那我是不是该玩？那个时候，自从我看到花江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把这游戏下来了。然后，但是我还没有决定要玩。但是就是对我们最后一个杀死，好 就是好奇心杀死猫的那个好奇心就是秘鲁。对，好了，总之我就是要玩，讲那么多我就是要玩，对。讲那么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重点，总之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我对于这个游戏有多好，就是历经了多少要玩与不玩之间，最后决定要玩。哎，话说这游戏是不能用摇杆玩，是不是？它不仅占了我整个画面，它抢了我整个画面，然后还不让我用摇杆玩，怎么回事？它只能用键盘玩，是不是？那我要，哎呦，那我要等一下。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卡？为什么这游戏让我这么卡？它的游，等一下，它的游戏声音是不是有点大？等我一下哦。这样的游戏声音会太大吗？这样游戏声音会太大吗？WWASD mouse。一 hero 啊，好，我会了。但是，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像可以，又好像不行。所以要把手放下。好，我把手放下。哎 对啊，他竟然不能用那个摇杆玩，我有点难过。等我一下哦。我在想，为什么画面这么卡？现在就不会卡了，所以是游戏的问题。我只要开游戏，这个画面就会有点卡，一点点卡。好，总之就这样吧。只能键盘吗？只能键盘，对，它好像只能键盘的样子。哎，对啊，你看，我只要把这游戏开起来，我就好卡哦。为什么这游戏会卡到我的视讯镜头？等我一下哦，我的声音会不会太小啊？等一下，我在调，因为我平常。没有敲出一个可以让我边玩游戏边使用滑鼠键盘的位置。好，这样可以了吗？这样好，这样我声音会不会太小？小，声音不会太小，不会吗？好，那我要开始喽。声音可以再大一点。对，我就是没有，现在声音会变小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麦克风离我很远，我要靠近我的麦克风才可以，这样应该好一点吧吗？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想到他用键盘滑鼠玩，所以我有点，其实这游戏好像就差不多30分钟左右而已的样子，所以这样呢，这样，可是麦克风有点没办法，等我一下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想玩，但是等我一下。这样好，好，开始了，好，我们要开始了，我要开始喽。所以这游戏要怎么玩？哎，我不知道这游戏要怎么玩。哎，我现在要走路吗？哎，他走路也太，他有在走路吗？这样，喂，我在走路吗？诶，这是走路吗？我分不出我们在前进诶。
而且我刚才地上不是好像有看到一个空罐之类的，为什么它不见了？很卡吗？这游戏让我很卡哎、欸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画面帧数很低，为什么？我现在自己看是还行，我自己看我电脑画面是还行。哎，可是等一下，我不会走路啊，这游戏不是这样走路吗？我现在，哎，我不会玩这游戏。Hero 一，这样我一。捡不起来，我捡不起来。那个绿绿不是可以捡的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不能捡一，我按一了，不能捡。我走路了，一。所以绿绿的那个不是可以捡的哦。所以那绿绿的是什么？绿绿的只是一哦，有一。为什么这游戏这么晃？为什么这游戏会这样晃？什么？这样子哦，有了，一吗？一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它会？就是我的手一放开，它就会往右滑哎、欸，我手放开它就会往右滑，为什么？一，好，先捡手电筒才捡绿色的电池哦，原来刚才是。没有电池，所以不能捡。我现在脚滑的游戏，对，所以我就是要一直捡那个电池嘛。哎，电池去哪？哎，刚才不是有电池吗？没有电池，所以这是一个捡电池的游戏。是一个捡电池的游戏，是这样吗？我现在为了玩这个游戏啊，我既不能看聊天室，然后又离麦克风很远，所以我只能很大声的讲话。然后你们又说画面很卡，那游戏怎么这么的困扰我、啊？我现在要干嘛？我捡了很多电池。而且它很滑哎、欸，为什么它一直往右边滑？电池是不是？嗯，我要怎么过去？我过不去。为什么过不去？这样就过不去？我不能跳吗？这样。好了，它不能这样蹦，它没办法跳，为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看到偏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不见了。哎，然后呢？啊，有电池，一啊、哦，哎呦，那为什么要一直乱飘？一，知道了。哎、欸，很滑哎、欸，这游戏很滑。一不到。一，等一下，一，我捡不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这么滑？哎、欸，我的这游戏发生什么事？啊，好，各位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知道为什么刚才那么滑了，原因是因为我以为摇杆它不会作用，结果它摇杆会作用，然后我的摇杆刚才好像一直呈现在扳着移动键的位置，所以呢，那如果我用摇杆的话，我是要按什么？我看一下他说什么 ，hikari o atete。心の中で、ピエンで、何度も、
Tornado，所以我要拿手电筒去照 PN，这样吗？一，虽然我可以用摇杆玩，但是我只能按键盘的一吗？一。所以就这样吗？我没有办法把它捡起来。等我一下哦。可是我不想，我想要用摇杆玩，我想用摇杆玩。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摇杆只对应了一个功用，就是走路。我移动视角，我还是要用滑鼠。然后我捡东西还是要用一，它只对应了一个功能，就是走路欸，为什么啊？可是这样子好啦，这样至少我还是比较顺畅一点。我现在就是右手握着滑鼠，左手拿着摇杆，然后我要玩这个游戏，应该全世界只有我这样子在玩这个游戏吧？我看到了这个吗？我要照它吗？照他吗？照他，照他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要 PN 他哦，我要按一，我要按一，这样吗？哦，哦，我会玩了，是这样吧？是这样吗？那还有哪里还有 PN？我可以开门吗？不行。没有了啊！这可以过去吗？不行。哦，你是说其实摇杆是有对应的吗？但没有关系。哦，我又看到，我又看到了。一，我要一它。有了。然后呢？啊，又有了，哎，这样不够近吗？一，那游戏好像有点简单。总之，我就是一直移它，可是我快要没有电池嘞。没有电池的话会怎么样吗？游戏就 game over 了吗？跟他交朋友，他会带你出去，真假的？他带我出去？天！他叫我走欸，他叫我 negate 欸，他叫我逃欸，所以我要逃吗？我快要没有电池了。啊！什么什么？干嘛干嘛干嘛？等一下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别！这样我就死掉了吗？欸，他好可怕哦！他在干嘛？就这样。他为什么要搭配这么好听的音乐？原来是穿着黄色紧身衣。就这样，这游戏就这样吗？那他的破关就是我照的不够多吗？还是等一下，这音乐有点大声，你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好可怕哦，这游戏。所以呢？好啦，我知道你跳得很好。现在有声道变化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我也发现了。
这游戏为什么要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做这么好？没了吗？所以我每一次遇到他，你看他要继续唱是不是？他要继续唱是不是？那我要怎么结束这游戏？我只能强制关掉他吗？我只能强制关掉他是不是？他要继续跳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越跳越近啊？你是不是靠得我有点近？按一，我按了啊。等一下哦，我按一了，我按一了。这个吗？哦哦哦，哦这样吗？哦哦哦哦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八分之零，所以我要消八个，我要消八个是吧？我们先捡电池，然后。电池，一，有，这里有一个。然后，哎，我看到那个 PN， 他在那边走，哎，他在那边走是什么意思？那我照他有用吗？干嘛？哦，反正抓到他就会死掉就对了。好，抓到他就会开始 PN。我先捡电池，然后照它，有八个是不是？为什么会有声音？皮炎的，我知道了，他是不是跟那个一样？他跟那只 Day by Daylight 的兔子一样，接近他就会有歌声，所以听到 He is coming。听到歌声就是他靠近我的意思啊！哦，等一下，他太快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他是这么快的生物吗？他什么？他前面没有那么快的啊！这游戏是越玩他越聪明，是不是？别，等一下啦！他刚才明明就不会出现在那个房间，为什么他突然出现在那个房间？那我绕个路可以吧？有电池。哎，我在。电池满的时候有需要去捡电池吗？八个是吧？我在电池满的时候再装电池好像就不会多，是不是？两个了，然后我先去捡刚才那个电池。可以，我觉得这游戏啊，等一下。我本来想说这游戏很简单，结果我就死掉了。人就是不可以随便立起，知道吗？我刚才是两格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了。位置都是，哎，它位置好像会变，是不是？一，不够近吗？它应该没有在我附近吧？这样，你看我们有三个了，八个而已嘛，求蝼蚁，这游戏简单。你看四个了，请个点，等一下，它在哪里？等一下啊！哎、欸，八个有这么难？我就不相信八个有这么难。它虽然会换一点点的位置，但基本上好像是差不多的位置，同一个地图好像差不多，是吗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剪一下好了。哦，这里有两个，
我每次都在这个很像厕所。哦，等一下，他为什么都在这里？他都在这里，他都在这里。等一下，他在我后面是不是？等一下啦，你不要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才是没消掉吗？等一下啦，他等我一下啦，他在我后面是不是？哎，他没有跟我嘞。哦，他会跟一跟就不跟了是不是？太好了，我刚才路上我看到很多个，但是在哪里？这里。然后呢？我刚才走啊！哦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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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等一下。哎，我刚才几个了？我刚才逃命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在讨我边讨是不是应该要边按啊？边讨边按好像就可以收集到八个是不是？吗？我也不确定。话说，如果我把手电筒关掉 ，PM 还会找到我吗？等一下，后退一点，一个，这边。就不能往前，试试看嘛。你说遇到他的时候吗？遇到他的时候就关灯。有血，三个了。这里有四个，我觉得前面好像很不妙。这里有吗？没有。这里是开头的地方，直接换过，真假的？我有换过一个，我有换过一个吗？四个，还有四个，这里有，还差三个而已。啊，这里有一个，所以是因为我刚才一直……哦，我看到他了，还差两个。只差两个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，什么？今天晚上下场吗？今天会下场啊！今天只有四个人，我不下场，不就只有三个人了吗？这我来过了吗？没有哎。哦哦哦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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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哎，我关掉了，我把灯关掉，我把灯关掉，他还是会抓我。我没有找到，我没有找到八个在哪里，所以跟开灯关灯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。哦哦，等一下啦，对，我不记得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正常是从那边出来的吗？我想说，如果我把那个消掉的话会怎么样？结果我消不掉，我就被抓了。哦，他为什么他会从右边过来啊？他一直都是从右边过来的吗？他在这里吗？哎，他又不在了，他真的很随机耶。哦，为什么他在哪里？在我后面吗？不要过来！你
不要过来。哦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到处都是他的声音？为什么他的歌要一直这样子？他走掉了吗？所以他在这个房间里吗？不在了。快了快了，八个而已嘛，才八个而已。这游戏你们有看过富布奇玩吗？富布奇啊，等一下，他走过去了，他没有发现我。他好像用了不知道五秒还是三秒还是四秒就把这游戏破了，怎么办到的？这样五个了，还差三个。布布奇，对，我就是在说那个 Kitsune 啊，这里有，还差两个。运气吗？等一下哦，我真的不记得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剩一个了，剩一个了，我们立直了，我们立直了。哪边还有啊？它的有点随机，又有点固定，它大概就是那几个位置，但是不会每一场都是同样的。在哪里啊？没有。啊！哦，等一下。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追我，你走开，我还没找到，在哪里？诶，我没看到诶。哦，在那里，那我在哪里？这是死路，这房间死路是不是？哦哦，不要不要过来，还差一个，只差一个了，只差一个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痛苦的游戏了。你们有看到吗？我怎么都没看到。该不会在这柱子上面吧？啊，真的耶！有了有了，八只八，我们过了。我看你很开心。哎，哦，他在那里耶，所以我要去找他吗？我去找他的意思吗？我去找他。我没有手电筒，所以呢？偏干嘛？所以就是，所以就是，就这样。哦，哎，哎，这游戏还没有结束哎，这游戏还没结束哎。现在只要消四个就好了，你看四个就好了，四个，亲爱的，那是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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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我后面，你要真的，这 BGM 也太奇怪了吧？这 BGM 太奇怪了吧？我们现在不敢回头。我应该回头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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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回头吗？我要回头吗？哎，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！偏偏偏偏，好可怕！我刚才发生什么事？刚才发生什么事？等一下，我刚才路上好像有看到一个，但是我忘记在哪里了。好像哦，这里有一个，还有三个。
是吗？不是。啊哦，等一下，他怎么长得奇怪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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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哦，这里有两个，这里有两个。那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他好恶心哦。还差哦，等一下，他是在干嘛？他好恶心哦。Kimo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有看到我吗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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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有看到我。走开，走开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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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死路，这是死路，这是死路，这房间，这房间没有路啦。什么？你说恶心？他很恶心啊！等一下，只有四个，只有四个而已，就那几个房间嘛，对不对？可能那几个房间都是死路哎，我进去之后就要马上闪出来，像这样吗？哦哦，等一下，走开！他好难，他好，他的声音好恶心。啊！他那个 BGM 让人家很讨厌。好啦好啦，你走，哦哟，够了没？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很。他很不死心哎、欸，他一定要追到我，绕圈圈大法吗？哦，等一下，他应该没发现我吧？我一个闪过去，他应该没发现我。四个，所以这关玩完之后就没了吗？这个房间有一个，但这个房间是死路，所以要赶快离开。哦，等一下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他在哪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在我后面吗？啊！哎、欸，那个蓝色的房间很可怕哎、欸，因为那是死路，所以如果在那边遇到，哎呦，他又换位置了。这里有一个六鬼练习，所以这是 Day by Daylight 的小游戏吗？好可怕哦！他会不会哪一天跟皮炎合作啊？就出一个皮炎的怪，然后他接近你的时候就会开始皮炎皮皮皮皮炎皮炎皮炎。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条条大路都通他的家？等一下啦！你不要跟我，不要跟着我，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，但是。等一下，他很吵，他很吵哎、欸，走开啦，不要！他在哪里？为什么甩不掉？为什么甩不掉？哦，我看到他的影子，好可怕哦！他不走哎、欸，他走掉了。现在在哪里啊？他走掉了，对不对？我刚才有看到，哦，这里有一个。还有两个。刚才那蓝色房间是不是没了、啊、我刚才晃过去的时候没有看到。这房间还有吗？这房间没了耶。哦，有，还在。这房间一定有一个，是不是？还差一个，只差一个就破台了。这游戏很简单嘛。啊什么？他在哪里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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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哪里？他哎、欸，他应该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他还有一个头呢，没有找到，应该不在这吧？没有，正后面。啊！我等一下，为什么他的声音变得有点奇怪？然、啊、后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有了有了，四分之四没了吧？嘿 ，Kachiko 只 K 罗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去照他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 PN， 所以呢 ，P
PN 这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我要去揍他的意思吗？等一下，这边也有哎，所以我要对他大喊 PN 吗？我要对他大喊 PN， 你过来啊！他不见了，我他在那边，我先去拿电池。PN， 哎，等一下，我这样输了吗？哎，我这样，哎，到底是所以什么意思？哎，怎样？我这样输了，赢了，我这样赢了，我这样有招他，我有PN到他。哦，是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干嘛？又要开始PN了吗？这么贵，所以这是输了的意思。赢了，输了，赢了还是输了，我分不出来。哎、欸，没了耶，过了耶，这是什么粪梗？PN， 哎，卡达诺，马克达卡达 ，PN。PN 的舞搭，你们学会了吗 ？PN 的舞搭，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经费燃烧的地方。你是说音乐的部分吗？双声道的部分，魔王魂，这作者有什么问题啊？超级短，超短的，而且我刚才那样算是有 PN 到他吗？最近 YouTube 始めました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。くそいチャンネル对。大家快去检索，大家快去检索这个。くそいチャンネル。我等一下结束以后我要去登录。くそいサイト。有少了就算嘛，真的假的？我再按一次游戏开始，应该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吧？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来同时试听吧。我们来同时试听吧。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？你们准备好把那个点开了吗？等我一下哦，我做个设定。这样，这个，现在开始同时试音这个影片。好，我要开喽！我要开喽！开始了，你们点开了吗？那个影片出现了，本影片含有大量尖叫，请小心收看。空棒咪噜咪噜昂尼咪噜哒哟，你们看了吗？我们现在要开始同时试听公主的皮炎。哎，我没有把他的声音关掉吗？早就看完了，看完了还是可以再看啊。公主的影片可以二刷、三刷、四刷、五刷、100刷都可以。有跟到首播，我不管，你们现在就跟我一起看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现在看就对了。奖励这么努力的咪噜，是不是应该订阅一下咪噜？有没有订阅了没？订阅了没？给他钱，拜托！给他钱，拜托！很重要，要说三次。对啊，我看别人实况也都很快，很久，有很久吗？应该很快，
好可爱哦！我们家麋鹿怎么那么可爱？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开始喽！才3点玩这个游戏也太…… 对啊，这个游戏什么都不能设定。怎么这么可爱？你们看他，你们看他好可爱。不能说哦，用手机看嘛，用手机看不能双开吗？但怎么办？我应该 很黑。他是不是还没有捡到手电筒？是不是我们要先捡手电筒，然后才可以捡电池？谁会知道啊？哦，我们可以看新手看迷路的影片的样子。我也以为是要收集电池，结果在电池满的时候收集电池根本就没有用，也没有回满啦，其实，但是会回。好哟，怎么这么可爱？你们看它好可爱哦。其实说实在，这游戏也没那么恐怖，就是还蛮好笑的。看到了 PN。等一下，也太可爱了吧！你们看它好可爱哦，你们看我麋鹿好可爱，门开了。哦哦，原来它那张纸可以翻反面哎。好可怕哦！我都不知道那张纸可以翻。哦，其实那游戏在我拿到那张纸之前都没有涂鸦，是不是？就是它 PN。好可爱哦！翩翩翩翩翩翩，翩翩翩翩也太可爱了吧！麋鹿的翩翩翩也太可爱了吧！然后呢？然后他完完全全的挡住了，还是说一开始没有倒数啊？一开始到底有没有？是一定要被他抓到一次之后，这游戏才继续进行下去吗？还是如果在一开始就可以照到8个 PN，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哦，其实大家一开始都长一样，是不是？这游戏地图其实每一关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玩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玩得很烂嘛。PN 出现了，没有地方可以逃。天呐！大小，好可爱哦！我们家公主怎么那么可爱？哎 欸，真的是被你们一说，我就觉得她的双声道做得好好哦。然后就要开始找8个 PN 了，那只是跳舞的画面会在脑中自动播放，好可怕！
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冷静思考一下，找到其他的标志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公主怎么那么聪明？她好聪明哦！你们看，我们家公主是天才。然后，2%。为什么他可以长这么快啊？为什么我刚才遇到皮炎的图的时候找这么久啊？他不能跑步。其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跟到什么阶段会不见，但他现在没有声音，就是甩掉了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我们家公主怎么可爱？他跑进了那个蓝色的房间，那个蓝色的房间。哎，他竟然闪过了！哎，公主好强哦！这样到底几个了？应该是六个吗？还是？那哥真的超烦，那哥真的超烦。哦，他只剩一个人吗？又偏了，在哪里？咦 他没有捡到电池，好好可爱哦！啊，看到他了，还差一个吗？就差这个吗？哦，不止差一个，差两个。现在到几点了？现在到3:24。你是说他左上角那个吗？还是影片是？我现在在看9分35秒、36秒、37秒、38秒、39秒、40秒、41秒。他通关了。还不给走？对，只能去找他。隔空跟麋鹿讲话，对你只能去找他。Hello，嗨，麋鹿，嗨，麋鹿，嗨。好，他不是在跟我打招呼，他在跟皮炎打招呼。哦 好可爱哦。换 头真的假啊？真的还蛮像面包超人，你这么一说，然后他进入了最终关卡了，偏偏偏哦，是不是超恶心的，超 Kimo 的？看来西少已经重病了，没有啊？怎么会？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四个很简单。
然后还有三个，哦，他看到他了。哦，很想招又很害怕，很想招又很害怕了。公主怎么这么可爱？你们有没有在看？你们有没有在看？公主超可爱的。哎，没了耶，好快哦。哦，所以我招到就可以了吗？所以我刚才真的过了，所以我刚才真的过了，因为他被撞死了，因为他被撞死了，所以我刚才真的有照到他，我刚才真的是过关哎、欸，放弃了，吸收运气哦。虽然我找不到皮炎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收集那四个，可是我这样一次就过了。你一点字有没有过？但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玩过那游戏，我分不出来我到底是过还是没过。但是因为他最后又跑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这游戏很变态？这游戏很变态，他会在有的时候会比较早遇到皮炎，有时候不会比较早遇到皮炎，他真的很可怕、欸。麋鹿需要休息一下，好可爱哦，哎咻，我们好像到了第二阶段，然后。变得好红，好可爱哦！怎么这么可爱？哎呦，他看到，哎，为什么那个标志是不是其实都在很近的区域里面呢、啊？为什么我在找的时候就找的这么辛苦？哦，正常状况下就是要按到它消失，是不是？它 烧起来了，他这样关心皮炎哎、欸，它 爆炸就完结了。PN，其实 PN 的歌还蛮，PN 之歌还蛮可爱的嘛。结束了，那游戏就这样结束了。细骚其实一直都在，都有看到，只是被追杀到没有看到，真假的？我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吗？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，这游戏啊，就是你自己在找的时候找不到，但是在追杀的时候，你就会一直路过那些标志。说真的，其实真的蛮可怕的，尤其在你听到声音，然后你又只能一直往直走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又要。超难的，我也觉得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，大家，你们自己去玩看就知道了。这游戏是免费的，你们都去下载玩玩看，你们都去下载玩玩看就知道有多恐怖了。麋 鹿好可爱哦，那非常感谢。非常感谢大家看到最后，看公主的影片到最后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麋鹿那影片，我自己是很喜欢的。你们按赞了吗？赶快去按赞！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麋鹿拜拜，麋鹿拜拜。更多影片在这边。
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迷路影片。好，收听完了，这游戏就这样了，没有更多，按掉。大家觉得好玩吗？我个人觉得很呛，我还是不知道，所以那些黄黄什么，我也不知道那什么，但是就是。就该怎么说呢？总之就是一个很坑的游戏，然后很多人都在实况它。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，玩了之后觉得算恐怖吗？算恐怖吗？一点点恐怖，一点点恐怖，一点恐怖和很多的坑。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去订阅一下他的频道，他的频道叫做苦收一枪内容。之类的吧，之类的吧，应该是。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。其实呢，8点的那个直播的，8点那个直播的图和直播的窗我都还没有弄好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弄了，辛苦大家了，奥兹亚亚，拜拜，8点见。今天8点有 Day by Daylight，8点。记得要来看我，辛苦了，拜拜拜拜，奥兹丫丫，奥兹丫丫。